大家好 ，ST 董，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200mmC 呢个透明版啊，其实叫咩嘅？唔记得咗。咁啊，第二格用塑胶整嘅巴士啦。唔係喎，都第二都係咯。如果計埋半透明嗰啲，一定唔係第二格咯。但係呢只全透明嘅第二格，係咯。佢勝利二型嗰啲出咗好鬼多格，半透明勝利二型好似四格，咁即係呢個第六格嚟嘅咯。三門巨龍又有，三門巨龍就係全透明，第一格全透明，咁呢個第二格。咁佢话个底盘系新模嚟嘅，咁即系胶可以用金属模生产，金属唔可以用胶模嚟生产咯。系啦，以佢之前直播讲话，净系开即系呢个乜鬼第六个第几个新嘅模具，咁啊照计应该就系个生产线。是重用了一个金属模具，合金用那个模具来注一些胶进去整，而个底盘就要重新拿胶那个数据整个可以顶到金属温度的新模。咁今次個賣點就係咁透明望到啲座位咯，樓梯其實都唔係好睇到嘅啫，佢都係個內籠都係罩實曬條樓梯。喺呢格佢冇出過視模板啊，但有趣呢格冇出視模板，但係整個透明版。都隱約見到佢有刻畫到啲散熱網嘅，係啦，但係就真係齋個方形咯，冇嗰啲紋啦。咁啊，書展賣88蚊啦，咁佢係話獨家首賣喎，咁啊，咁即係之後再買嘅時候就唔一定要獨家啦，係嘛？以佢呢個邏輯。咁啊，唔知仲有冇正貨可以喺之後嘅情況買啦。佢就話限1000格，係咯，整完一個新嘅底盤模，淨係用1000次，係咯，咁大致上咧，咁樣冇任何。仔細嘢，冇編號嗰啲嘢嘅，係得個產品編號。今次都因為係真係攞嚟賣，所以一定要整清楚啲個巴曲啊，大佬。之前贈送品嗰啲又冇所謂，整到淡茂茂都得，今次唔得啦。我個車頭燈真係好，要咁樣照住先睇到，打側已經望唔到車頭燈。搞嘢，咁好啦，咁今次个透明版嘅 MMC 介绍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就 like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